悲剧从开头就已经注定了。几万年前，一群外星异族选择定居在星球的地底深处，地心人因此得名。我们很快回去。1786到了地球后，碰上了战争。他找到了宿主，化身成为美女，取名叫无名。所以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来消灭他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花开在那片荒芜，颓废没有顾忌的海上。粥开始温，你先把粥喝了。喜欢一个人这么坏的，编一个谎，要用千百种方式传，不累。我最终还是输，我斗不过你，我认。但是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要让你爱的每一个人，你在乎的每一个人，我都要他们感受到痛苦。你记住，他们每一个人的遭遇。